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要透过 Revive 来体验看看 Oculus Store 上面的，这应该念作 Lucky's Tale 是什么样的游戏？走那么近。好雷锋。好像是因为我，PC，等会。Lucky and Piggy are the best of friends. They curl up to sleep when the day ends. 其实我怎么看我们？下面是老鼠。A golden coin trail showed him the way. This is Lucky's tale. Oh, Lucky's tale. Time to play. 所以我就觉得它很像小尾巴，就是 Sonic 里面那一只。所以我现在该做什么？开操作。我老实说一句话，我在 VR 晕了。回合断跳，真有点 VR 晕，说实话，不是很舒服。所以它是两个按钮。我场景在移动的时候，我身体有点不舒服，该怎么形容？有点晕眩。这是猪是带了多少金币啊？啊，有一个掉。看看这只可爱的小家伙。一，我靠近他的时候，他挑衅我哎、欸。会耶。好有趣哦！像蝴蝶，蝴蝶也可以吃啊。它模组很妙，它有些不是模组妙，是它的动作很细腻。看它动作。动作在切换的时候，它很细。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收集这些东西咯。可能是有点晕呢、欸，所以这种东西。我不是说它不好，是说它镜头在移动的时候，可能要有个什么小技巧才可以避免晕眩。那镜头，我人其实并没有动，而是镜头在动，这种感觉并不太好。啊！掉下去，掉下去，吓死我了！那我要怎么拿到那两颗？是转飞起来吗？你看什么？跌倒了！很多很可爱的小动作，好比说他的耳朵啊，然后我们玩习惯的
台厂它耳不是台厂，我说日本厂它做出来的耳朵不会那么细。它能爬上去吗？让我说，还有啊。是怎么回事？是怎样？这个二段跳跃的意思是什么？哎，可以。所以我是必须透过这种方式来观察场景。我要跳到这边，我要怎么操作？我正下水啊。这样吗？摔步 stop 键是吧？转圈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熟悉。所以压扣人就是一直在这边找这些东西的哦。跳怎么了？跳出去再跳回来吗？跳出去再跳回来？这个球怎样？太难！这个球干嘛？这样丢？好嘞，因为它只有两个按钮，所以……是坏人了。这个东西是怎么操作的？因为和传统的 3D 游戏不一样，是说你右类比是没有反应的，只有左类比，还有一个跳跃钮，一个攻击钮，其他按钮通通，还有一个可以这样跳下来，所以有三个按钮。你视野上必须透过头盔来观测。啊，我想起来，看起来像什么了啦？看起来很像狗儿在追蝴蝶啦。是马里奥秘密关卡的概念吗？马里奥的那个水管关的概念吗？就像是，我知道干嘛？跳下去，喂。它看起来像 PVC， 会动的 PVC。然后呢？像打光打太亮的关系。哈哈，这样啊。想爬上来了。
少妇女跳关哦，所以我现在可以干嘛？我可以移动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吗？哦，这里有一个金币啊！哎呦，冒血了，神器。想这样吗？我掉下去了，感觉护卫耶，那种洛克人踩在边缘的感觉，踩在那种平台边缘的感觉，我其实有点晕，还是有点晕。OK，这就应该是第一个关卡吧。嗯，嗨，他这小动作是很可爱耶，还有什么？我很喜欢他这个小动作。什么的？在推广之前，可能要先研究一下 VR 晕要怎么办。啊，真的有在晕，可是我还，不是我要，是我还。坐在好小的，看我头一直有在移动，是因为头不动的话就会不舒服。带你，带你干嘛的？中，什么意思？冲过去的意思吗？它转尾巴有 CD 耶，是不能傻傻一直转的。它在干嘛？可以抱着哈，抱去哪里？下面有东西耶。哎呦，那怎么把蛋丢了？小东西是，我该攻击它吗？找到。我是坏人吗？是。我找不到，怎么发生事？看不到啊！突然的视野就被遮住了。
上个箱子，还有什么？比如方 is one into stable to be the instance why？ 我不是按的吗？啊！上天看见了吗？那这个按钮干嘛的？那我能干嘛？哦，这样可以重试按钮，重试画面的。可能游戏本身设计是子宫项目吧。但是这种晕真的不太适合让小朋友玩。但是它有个问题啊，就是它的攻击没有一个范围线。它的攻击的效果太过不明显。说不好，我就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好吧，画面之中，抓鱼吗？可以抓鱼吗？抓到了，抓！哦，看起来不好惹啊！打到了，又来了，所以这只不要理他就对了。那这个东西干嘛的？弹下来干嘛的？小鸡。好。什么弹丢了会有小鸡跑出来？啊！要探索到这种程度啊！不是我地方都要尝试去爬爬看吗？反正丢可以把它丢死。什么？把这鸡也可以吃掉？他收集金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一 one up 喽。打到东西的时候会往上飘，抓不到那只蝴蝶，生气，抓到。那么这游戏方式应该就是这样了啦，那。真就不多，不录太多了，感觉不会变化太多。OK， 就录到这样。OK， goodbye。